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第一组，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南京行程了，大家期待一下吧。哦。我省了6张15块的票价，一共是90块。那个检票的那个大叔给我们真好。可是我们两个不需要了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求一点，好像是求世界大同。OK， 求大家平安。